叫生物热气发电系统，这是净化系统。很大啊、哦。也不是很大。啊。也不是很大。比跟我之前看过的这个大很多。啊。大不要紧，最重要清洁。就是清洁，干净。啊，干净最重要。然后操作也方便。这黄色的管道就是气，红色管道是热水，出的热水，绿色的是凉水，进的是凉水，出的热水嘛。我们整套系统全是水冷却的。